2013年10月3日，2013年10月11日，我觉得我病了。现在是2013年，现在是2013年。谁说的？总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心里明白，却怎么也想不起为什么我会一次一次的梦到我已经快被这些都在拼命的想，总被那些梦没有答案。兄弟，哥们儿，你没事吧你？我这是在梦中吗？我的梦境和现实重叠了。我现在是清醒还是在梦中？答案吗？他说的他又是谁呢？
怎么和梦里的一样？这是我梦中的女孩吗？完成任务之前，我可不想结为生枝。不过对于你们这样的人，我们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删除你的记忆。哦，那二呢？二是删除你。本来呢一就可以，但是现在性能不太稳定，很可能不该删除的也全都删除了，结果很糟糕啊。那能有多糟吗？变成白痴。哎，有信号啊。你找到想要的答案了吗？什么答案啊？不是，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在哪儿。看来你还是没找到，那我有事先走了。他又反复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了。他梦中的那个女孩是你吗？走吧。好。
你这朋友不错呀，女士免费。这些照片为什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站在这里，我除了感到很迷茫，为什么这么伤感？除了记忆，我还丢失了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哎呦我的妈呀！哎，你们干嘛？饿了，饿了。救了你，信号又没了。呀，他们又来了。听不懂啊，过去过去。他们是原始人，太复杂了，他们当然听不懂。什么？
那嘎的累哦。阿祖为了累哦。啊，神的改版。这你都会呀、啊？为什么小王子的权杖在他手里啊？我得想办法夺过来。这是来完成什么任务啊？秘密。秘密。哎，那你刚刚打的功夫可不可以教教我？你们地球人是学不会的。啊？学不会？那你是哪里人？月球。月球。食人怕野兽，这么晚了，他不会追这么远的。哎，你看，真没想到，地球几千年前这么美。是啊，比现代文明强多了。地球就是被你们给破坏了。我们地球人不现在也在改进吗？如果你是地球人的话，我想我可能会喜欢上你。很特别吗？哼，哎，我说，你们月球人不在月球好好待着，你跑到我们地球来干嘛？月球能源枯竭，
我们的专家在地球上发现了新的能源，小王子就是我哥，他来地球上解决新的能源问题，可是他突然失踪了。我这次来地球的任务就是为了找他，可是刚来就受到了袭击，丢失了记忆。现在我脑子里任何他的信息和能源专家的信息都没有了。如果我的芯片储存还正常的话，我现在也不会在这儿。我最想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一醒来会在你的家里，还有小王子在不同坐标留下的信息到底暗示着什么。哎呀，我的脑子都快炸了。那这么说，你以前的事情你一点都不记得了？我总觉得还有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在梦里让我魂牵梦绕的人，他就是你。我知道这一切不是梦，他们千真万确地存在过，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人类有时候总是在抱怨时间，其实时间一直都在，只是人心在变，欲望在变。我们走吧。我们又去哪儿啊？不然你看看这又到哪了？要是去月球的话，你就别叫醒我了。自己看看呀。我不看。真不看？真不看。Thank you.
我没骗你吧？吃饭了，谢谢，这是我来地球的第一顿晚餐。尝尝我的拿手好菜，西红柿炒鸡蛋。哎，特别棒。怎么样？错，那就多吃一点啊。可惜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补充能量，虽然很好吃，但不适合我。我更应该相信哪一个？梦中的你，还是现在的你？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好吃。幸福吗？为什么一顿简单的晚餐会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呢？也许再美味的食物一旦失去了意义，也会变得难以下咽。在我的心，面对他的眼神，觉得心里很乱，这种感觉熟悉又陌生。在皎洁的月光里，你是那样的熟悉，我认识你，我的好。
你都怪林姐这破玩意儿，怪你，怪你，怪你。啊，怎么样？好饿呀，那吃饭去。好啊，走。小心，小心，小心，这儿了，走。是把幺七零七给抓住了，头还是不给小药丸，那怎么办？叫我说，与其忍气吞声，不如忍气吞声。随便一说，徒儿们，干嘛呀？开工了。佳音啊，我亲爱的妹妹，
通过留给你的线索，一路走来，你应该已经明白了。你在跟我玩捉迷藏吗？哦，也对，你的能量尚未恢复，还不能够完全恢复芯片的使用。我等不及了，我只想知道我来地球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加一代，全宇宙最伟大的力量已经得到了。我得到什么了呀？你每次说话能不能说清楚一点？爱，是爱。1707马上就可以复活。不是来看言情戏的，我们把你救了是想让你们带我们回月球。就是高峰，一会儿晚上杰拉尔就要坐飞船回月球了。你说齐拉尔要回月球？他要是回去的话，没飞船我们玩个屁呀。这颗美丽的星球伤害到如此地步。
这些是为了防止地球人破坏环境，导致月球能源枯竭设置的。只有王族的人才能打开。可是，你的哥哥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不希望你也重蹈覆辙。只要你爱一下那个爱你的地球人，就会消失了。加里娜，能源危机刻不容缓，找到小王子，启动月食计划，拯救我们的星球。在脚尖。
从上次离开你以后，一直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除了亲人，还有一个承诺。